是要到哪里去表演啊？我们到菜市场，菜市啊，他年纪很高嘞，对不对？对，很高。婆妈，尤其婆妈，买一颗葱都要算钱，都会杀价。捐款给你们太难了，你要叫他掏钱，羞然了啦。对，难度高，而且那个歌如果不对他们的胃，他怎么可能给你钱呢？嗯啊，你又不是像什么爱情的骗子。对，我们本来是开了一堆就是很年轻的歌，然后他们一知道要去菜市场，立刻改歌单，改歌是吧？就改你的梦钱呐，一串。纠缠，以前有没有在那个怪异的场合表演过？怪异的场合是没有，倒是没有。这里应该就最怪了。对啊，目前最怪就是大热门吗？没有，或者是应该在问他们说，因为他们已经征战无数了啦，有没有觉得唱歌的场合中最紧张的时候？遇到突锤对突锤啦，有没有？我们其实有在那个尾牙的时候，然后给错卡啦。哦，就是因为我们的卡其实都是有自己又改编过的，然后我们给了原版的卡了，而且还是伴奏带给对伴奏男生哦，男 key 的对，那怎么办？我们就硬着头皮唱，就那时候音乐一下，然后就想说，哎，前奏有这么长吗？然后又要假装很镇定，然后又音乐也没错，只是调子是不对，对，那等到真正唱进去，哎，这个更尴尬，带来什么歌？我们新的单曲，不是，我说你们要去哪里唱的歌？人家已经拿很久了，一出来就拿到现在。新歌两下传一下。现在我们是我们全新创作的单曲，叫《安安》，然后现在 MV 跟在音乐平台上都可以听到。来，我们一起来看他们街头里面求救 VC。木鱼啊，木了啦！是不是因为你？大脑里忘了装侦测器，还是我太在意，所以你才小心翼翼。哎呀，照着节奏来。谢谢。好听。那你愿意募多少钱？我觉得以刚刚这个程度的话，应该是不少哦。好的，那钱交来啊。可以，你的心意我们接受，没有关系，我没有关系啦，真的没有关系。这没关系，但你可以像尝试一直飞出去。没关系。没关系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陈优。转头就走。从来没有卖过一次菜，我们居然在菜市场要打歌。Hi，Hello， 你们好。我们等一下会唱歌，如果你们觉得很棒的话，你们可以帮我们募款。那是我心里一无天，那是我心里一颗。心的梦，声音很舒服，声音听起来和音的部分也做得还不错，然后两个唱起来是会让人家心情是好的，像天籁一样清亮的声音。哎，这是裁判评审，我们应该要就是边走边唱，然后去募资，所谓行走的谢谢。老板新年快乐，谢谢。哎呦，天哪，终于付到钱了，付到钱了，谢谢。原来你是我最想留住。看着幸福的脸，下一秒就马上捐精了。这什么画面？你们好逼人哦。好听，真的悦耳。哎，这真的99分跑不掉了。好，你要录是不是？好，六，可以啊，还要多加600呢。不知刚来龙脑，错不惊到底，龙珠回头。谢谢。辛苦。加油！加油！谢谢。你要加钱，战术成功。好强，哇！你真好强哦，真是好强。
站出来，对不对？面对这些市场的东西，好陌生人，他去敢发声，我觉得很厉害，佩服。我真的觉得这是我人生就是最漫长的一段时间，就是自信心被击退，我居然比不上一件20块的衣服。菜市场的一个很特别，谢谢这个新年的新体验，对，谢谢综艺达人，谢谢。欠薪一天。到现场来，来，我们看一下募款箱啊，直接里面总共有多少钱？陈会计，都算一下。我们现在要算吗？你们自己算比较成就感，好不好？哎呀，自己算。这个真的没有被人家拿出来，没有完全勇敢面对，勇敢面对，自己勇敢面对，来，全部来，好来，来。欧布兰山那个贼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、16、17、18、19、20、21、22、23、24、25、26、27、28、29、30、好多零钱哦，零钱还有很多哎。3288,3288元，3288，不错啊，3288对照过去哈，前面可以10秒，可以，怎么样？在那个这个市场里面唱歌的感觉怎么样？觉得。会被打错字吗？但我们我们以前有去那个西门町啊，信义区快闪，所以我们那时候想说啊，反正就唱个歌，大家就会围过来。结果一唱就没有人理我们。对，都是经过，对不对？对。我跟你讲，在那个地方表演，你要掌握，就跟那个尾牙表演一样。对，因为有菜，我们 timing。No， 你只要问我，我跟你讲一次，以后都懂了。你一定要自我陶醉。不要在乎别人的眼光。OK， 尾牙哇，来，我们有猫到嘛？那唱完之后，唱完抬头，脚是插在他的佛跳墙里。你也太放松，太陶醉了啦！一定要做自己，而不是去在乎别人，好吧？恭喜获得50�秒打歌时间3000以上，带来这首《安安》。我们算对你们好的，我们没有从前奏进来。对呀，等一下，3000真的值50秒而已。对呀，我们那天真的很卖力耶，我还敢骂，而且谁不卖力？哎，没有，可是我觉得这样是好的，因为让大家听到最想听的时候，你们是转调声，没了，见好就收，恭喜两位过关，好吧，来。